主料，土豆50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、葱一段，蜜醋5勺，生抽2勺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土豆一个，切丝，煸炒葱花，下入土豆丝，翻炒，加入糖醋生抽，加盐，翻炒均匀。烹饪技巧，土豆切丝要细一些，才容易疏透入味。切丝的土豆清水浸泡冲洗后再大火炒制，才能保证爽脆的口感。醋最好用米醋或者白醋，才能保证菜肴的色泽清爽美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